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，在你里所见，我向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里所见，我向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啊，我看众天使降临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看了这个上面的空间打开，我的心深深地爱你。我看那个啊，那个圣灵啊，圣灵啊，也像潮水般的降来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我的心深深渴慕你，在你里所见，我向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心灵的满足，你是我唯一的喜乐，在你宝座前，我向你恩典，我的神，我要敬拜你。啊，福音们早啊，亲爱的圣灵，早上好。那开的阿萨诺克波尔西西西马森，那开的波尔西巴肯，神说清晨你们要领受玛纳，阿巴的西西西马森，阿克波尔肯，那开的阿西巴森，我看遍地啊，就是啊，在青草地有玛纳都白色的，那开的波尔西西西马森，那开的波尔西，神说我要赐给你生命的粮食，阿巴的西西西马森，阿克波尔西西西马森，那开。马开的保安心，神是我就是那生命的粮食。阿波的信信息吧，你要天天马开是赐我所赐你话语。阿波的信信息吧，神那开的保，那开的信吧，我要神给预言的呀，马生命的河水。阿波的信信马开的马开，马开的信信吧，神那我的信吧，是饥渴的得到了，马开的是干渴的得到了饱足。阿波的信信不再渴了，阿波的信信息吧是软弱的刚硬起来。阿波的信信息马森，如果我神向每个孩子出气，阿波的信信息马森像当年以前一样，知道吧？他软弱无力，阿波的信当神向他出气的时候，他就掐乱起来。阿波的信信息马森，如果阿西们，神说今天清晨我要向你们说话，阿波的信信软弱变刚强，啊，忧愁啊变喜乐，患难得安宁，阿波的信信息马克他把阿西马森。啊，报的信信息马森那个，啊，报的信信息马森那个报啊，给他报啊信信息们，啊，报的那给他报啊信息嘛，我看啊，马开信息马森那个卖给呢，啊，像地下有一种雾啊，在啊在飘起来，啊，报的信信息马森那个的，啊，报的信神如之恩典，啊，报的信进到五脏六腑，马开人感到非常滋润。阿波的信，这是属灵物。阿波的信，信息马森，那开心息马森，预感信，浇灌在我们身上。阿波的信，我们感到非常自然。阿波的信，信息马森，如果不来，那看。阿波的信，信息马森，那看神说至关讲。阿波的信，我的话就是粮食，有生命。阿波的信，信息马森，那看他报阿信，那看。阿波的信，信息马森，那给他报，那给他报阿信，那给他。阿波的信信息们，神说渴了到我这里喝，从腹中流出活水来。阿波的信信息们，神那开的宝，阿波的信把神这话语像风一样吹到我们肚子里，吹到我们心田中。阿波的信信息们，神那感受我们脏腑整个身心得到了畅通无阻。那开的愿神祝福我们，谢谢神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啊，今天清晨好，感谢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我给姊妹今天学一段圣经哈，啊，这是《路加福音》十章25节，跟姊妹念一下子，奉主名读经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：“夫子，我们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？”
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着什么，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？邻舍呢，耶稣回答说，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里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，就从这面过去了。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，看见了，也照样从那面过去了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了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了自己的牲口，带到店里去照顾他。第二天拿出2两银子来交给店主，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必还你。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他说，是怜悯他的。耶稣说，你去照样行吧。阿们。啊，这段圣经啊，我们呢很多姊妹都非常熟悉，这是个故事。律法师他是啥、啊？是深懂圣经的，而且啥、啊？就是对旧约圣经呢，他是啥、啊？就像个律师一样，啊，就是他是啥、啊？就都不倒背如流。他为啥是要试探耶稣呢？他试探耶稣啥？就找权柄要控告耶稣，要把耶稣置于死地。但耶稣从上头来，他啥？你是拥有神的智慧，啊，拥有能力的，人是抵挡不住的。就是那个为啥说那个律法师说，说我们该做什么才生对永生呢？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啥呢？都想我做点啥。他都是我要做点啥。很多怎么样？这一年都从做过来的。信主那天开始啥呢？就稀里糊涂，反正就做。我传福音为主做见证。主你说行了我就做。你让我守诫命我就守诫命。所以说，神说守完病痊愈，我就按着啥呢？你说着我就做了。这就是咱们这一年信仰的糊涂。为啥说若不神不你说了吗？那我就去做了，那有啥毛病呢？咱们糊涂哪一？就是咱们不知道这个话，因为咱们好像咱们按照神的话去行。这是在外在中，因为神他说的啥意思呢？因为圣经里啊是给基督做见证的，是给耶稣做见证的。但今天神透过圣经向咱说话，今天神呢也透过你向你说话。那咱们错在哪里？就是咱们拿着自我的想法在外在去行神话，啊，就像旧约一样。因为咱信耶稣这年头是啥、啊？明明啥在新约里，活在旧约里。有的重生了，活在旧约里；有的没重生，就是里边没有神，就是纯属一个肉体人。完了啥？拿着我去来行律法。这就是啥、啊？今天咱们这个人生到头的原因。因为神做他是无限的。因为圣经是给基督做见证的，荣耀归于神的。圣经上除了上帝别无拯救。因为是灵界出了问题，是神来解决。魔鬼撒旦他是个灵，你靠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。所以他总是强调啥说我该做啥。现在很多姊妹说，高弟兄啊，你说你这个讲论道我们不做了，不会信了。为啥不会信了呢？因为你总想做点啥来满足上帝，满足人。你认为啥？我有爱，这我不做了，那神的工作谁做呀？
不是今天咱不做了，是在基督里咱还要做事。你看保罗做不做？门徒做不做？但是他必须在圣灵引导下去做。可这一年咱们就礼拜不分，咱们是这年是拿着我的，我在行，我在做什么事儿，我在帮着神做事儿。因为这是两个背景问题，是两个中心的问题。那咱今天做的啥事？咱听候里边的启示，在新约里呢，保罗说基督把他启示在我里边，就他包括他讲道做事都是从启示来的。咱们嘛做的不是从启示来的，是我要做，是在我里边发出来，这叫宗教信仰，这叫立功之法。咱们就里外不分，就是两个中心不分。里边为啥叫混乱？混乱就混沌，没有分辨，没有分开。为啥没分开？没里边没光，光进来，你圣经啥说？神创造天地啥？哎，神若光，完了光暗分开，黑白分开了。当光进来了，你才知道对错。那圣经里啥？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哎，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吹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。那时候门徒才领受圣灵啊。当他明白神说要引导你们，啥呢？说于是开了你们的心窍，让你们明白圣经。就只有圣灵进来以后，才能明白圣经，开了你心窍，才知道对错，啊，就是圣经的话，就是一一向你显明，就这就打开圣经了。因为神的话，圣经里是圣灵靠人写，你靠人的智慧聪明，你是解不开的。它是个既是奥秘。但是在圣灵里面看它有意义，就好比咱们人呢，之所以吃这个咱们吃这个五谷杂粮，它能够就是吃这个果实它能消化。那动物呢，它吃草能消化，这为啥？因为它有那功能，人没那功能。只有你有那个功能，你才能消化。只有你有圣灵的在里面内住，充满的你才明白圣经。所以保罗是启示来的。对，圣经说为啥现在我们还是读了呢？现在很多姊妹都是还在读，我咋做？现在为啥有很多找到我了呢？他做没做了，福音也传了，而且啥呢，该做的都做了，奉献也奉献了，帮也帮扶了，该做的啥呢，一并给别人一并赶鬼也都做了。为啥会找到我们？就是因为他都做了，他接着落在苦难，说那我都做了，我咋还这样呢？这就是今天很多教会啊，弟兄姊妹啊，那都炫在这里。过去我就炫在这里，可是我福音也传了，一并赶鬼啊，也服侍了，应该是我是服侍主的，我都做了，家里乱，完了我啊，弄一啥呢？环境来了，干啥不着，这是非常痛苦。若不神怜悯我，把我带出来，我也非常痛苦，非常糊涂。信耶稣越信没路了，那些咱信耶稣那有路啊，那看圣经那些个先知啊，他有路啊，那为啥咱信没路呢？起初咱信耶稣间，神透过神的启示，伴随着咱信了，非常好。信呢，越走越没路了，越走越痛苦，越走越软弱，人生呢越走呢越艰难，家庭破碎了，夫妻破碎了。干啥不着了，感觉人生绝望了，不录了。所以啊，圣经里告诉啥说，但耶稣回答，他是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啊。他就告诉说，那咋能承受永生啊？这就是说你咋能承受永生啊？那怎么那个啥，那律法是说我想做点啥。你看看他是在强调行为上，外在行为上。但有一点告诉啊，怎么样，弟兄，不是神不让咱有行为，这个行为是神在圣灵的带领下你去做的，和律在律法是在啥，是拿着我去守律法是不对，它是两个背景，这要分开，这你就明白圣经了。现在咱们最主要里边分不开，不知道是我行还是神行，
我心一动，从那起身来。哎，不，我就神灵一定从起身来的。那我行呢，就拿着我的人的思维去行的，里边没有带灵的起身。那为啥说你要进行尽力爱，尽量爱读你的神呢？这第一啥呢？明天告诉你啥呢？说你吧，你要啥？你如何得到永生呢？只要你里边被爱充满，被神的爱充满，被主充满的心，就是你的心要被神掌控，要神要登宝座，当十祖犯罪，要人就坐在神的位置上，人就自称为神了。说那你怎么成永生呢？那就是让神做王，神做人生主宰。所以呢，诫命第一条，除了上帝别无拯救，不，除了就是啥呢？就是除了上帝别无拯救。你看那个，就是我们主导文，我们在天父愿尊你名为圣。这就是很多时候不明白咱主导文的含义。首先，你把神举起来，这是神的主旨。这就啥？咱们信仰的中心，信仰的啥？神要做的啥玩意？让你里边被主的爱充，啥叫圣灵充满？内在充满，就被主的爱充，被主的生命充满。你的魂完全被圣灵浸透了，没有我的，这就咱一个真正的信仰。当你里边被圣灵浸透了，没有我的时候，那时候你的带领是清晰的。哎，你里边有喜乐，有平安。他又说啥？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：“你回答的是就这个啥呢？那个律啊，就律法师说的啊，律法上写的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？”他回答说：“这律法师说，你要尽心力，也爱住你的神，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”耶稣，你回答的是，但是啥呢？就是说刚才说这啊，这不是神，就是那个律法书上写的，就是但是。咱们在旧约中已经明明的告诉你，但人不知道，人不明白，人不行动。但今天神呢，在新约里就告诉那个结果，你要背啥？要神要登宝座，神要做王。耶稣说：“你回去吧，就这样行。”又必得永生，谁说的？是耶稣说的。所以今天很多这个告诉你啥问题呢？很多姊妹啊，那说圣经里耶稣不说了我就行了，那咋还错了呢？你当年当时耶稣像啥？像那个律法师说，今天神透过咱们，透过传道人，在啊牧方人向你说话。首先，一个传道人，他里边必须经过啥呢？忏悔破碎后，神的灵从那里边活过来，活出来，或者被蒙神造就。你遇见这个传道人，就遇见神一样。无论耶稣的门徒也好，他都是被神做过的人。所以说，为啥说你这个人，但你信仰从神来以后。他必要成就啊，就是你看神的话一出来了，你看耶稣说话是必成的，当神启示你的话，就也叫瑞玛，他必要成就的。咱们往往拿着我去守外在的字句，如果那字句不成为你的，那就是个字句。所以他一定啥呢？从我听了道以后，从你里边能活出来，这啥？这叫生命的讲，这就是生命。那人要显明自己也无理，就对耶稣说：“谁是我的邻舍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里哥落在强盗的手中。”哎，这是耶稣吧？他把这个啥呢？他做个比喻，他也给他讲个故事。你告诉啥？说是要让这个律法师明白个道理，明白个福音的道理。也告诉他是一个人，你看从耶路撒冷下雨的歌，耶路撒冷是大军的宝座，是神是啥神应许的地方。
那就是从耶路撒冷下你一个，就等于这个人走下坡路了，走离开了啥，离开神的荣耀了，下一那个念那个这世界了。说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或者啥，一个信神的人，当他离开神的以后，啊，就是他思维，你像当年那啥那个，就是那亚伯拉罕，神把他呼召出来，直接把他带到迦南地了，向他应许了话语，神不要成就的，但是他因为里边啊软弱了啊，对神的信仰淡漠了，他就往南地去了，这就等于啥，神离开了神应许。离开神的应许就等于离开神，离开神那魔鬼撒旦他就是一定啥要攻击你。你像咱们师祖，魔鬼诱惑他试探他，他吃了杀生果子，违背神的命令，神就离开了他。那魔鬼呢，于是开始进到人里边，开始就败坏人。你看看当始祖犯罪以后，导致他后代该隐起了嫉妒杀人的心，所以啥，这都是罪的结果。这就是啥，就是一个人堕落了，而且啥呢，神要做事，你堕落了不是问题，哎，因为咱们是啥，神的孩子，上帝所造的，哎，咱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，是耕种田地，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。魔鬼呢，处处败坏人，把人送到地狱，但神是救咱们。有的说姊妹啊，说我没信好啊，我没做到啊，没做好啊，是不是神不要我了？神他不是不要你，而是神在拯救你，给你机会，等你归回。神是爱，他不以过犯待我。所以你今天你看到一个离开神的人，他就是个问题。你看看，首先啥，他离开神就等于啥，离开神的荣耀，离开神的保护了。那时候强盗指魔鬼，扒掉衣裳，衣裳啥，就是人的遮盖，人外在就是人的依靠。啊，他把这个问题夺去了，打个半死，半死就是啥呢？就是把你啥呢？他来开始透过疾病压着你，攻击你，让你绝望，让你痛苦。但这都不是问题，无论你今天你走到天还有，你离开神，神他仍然不忘你，他神仍然在寻找你。你人生你到了尽头，你肯归回，神他仍然要怜悯你。所以神每个人呢，神都给他机会，主说你转向我就转向你。这个有个告诉那个啥，一个立位人和一个祭司，他就路过了，为啥他就过去了呢？有的人说他没怜悯心，因为立位人和这个祭司他都是啥呢，祭司他是侍奉神的，立位人是个人的，祭司呢他是指啥呢，宗教领袖。为啥他过去了？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出问题了，我们解决不了啥呢，就是就开始定罪人，你犯罪了，你没信好，你没给神传福音，你没奉献啊，就只是你没做到啊，导致啥呢，导致今天呢就是有疾病啊，身体贫穷啊，你痛苦。实际来说他已经走公道了，他已经陷在啥漩涡里了，他需要啥，需要你搭救他一把。可是你不但不搭救他，而且你要定罪他。过去了就是他没有怜悯心，他就认为这人犯罪了导致的，你悔改，你不悔改就不管你。这就是一个律法师，为啥他会定罪人呢，因为他守律法。因为圣经里告了申命记二十八章说，凡是按照耶和华律例典章行的是出也蒙福，入也蒙福。他是在外边守律法，神也祝福他，因为他不犯罪呀，所以他身体各方面都好。
素质。他就拿着自己的标准啥呢去定罪人，很多怎么样定义我过去原来身体好，哎，身体也热呀，也经常啊，也非常身体健康。看那些不健康的人，家里做环境问题啊，就是啊，你没信好，啊，你老犯罪，再问你就没奉献，再问你没传福音，你没帮人，就是你没做到吧，导致这些什么原因？所以这就是一个律法是那啥呢？今天罪人呢，就是人家宗教领袖，他是过去原因。但是圣经告诉说，只有那撒玛利亚人遇见了啊，你看啊，看见，只有那个撒玛利亚在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人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，伤处该有，就包裹好了。这圣呢，神告诉啥？这个撒玛利亚人其实啥是以色列人和外面的交界处，也被人藐视的，就是他代表一点是拥有福音的人。有的人说我信耶稣，我有福音呢，但是你有拥有福音，你没有活出来。啥是拥有福音？就是能活出福音的人，活出神的人。你遇见耶稣了，遇见里边圣灵了，遇见门徒了，遇见里边圣灵，他一定是被神做过的人，他一定啥呢？你经历了经历神的过程。他一定是跟过神的人，像亚伯拉罕，神把他带到迦南地，让他经历过程，他是完对神要毫无疑惑，他必须他是完全信仰的，他是有神启示，有神带领，他知道如何去运作这些事情，他是经过更新的人。现在很多咱们没经历更新。里边糊涂也没醒悟，有的是经历了没醒悟糊涂，有的是没经历，拿着自己的标准行为啊想法来约束别人啊，讲道就让别人照他行，可是他本来他落在苦难中，完了你还让他行，最后啥？我不信了，你能做到你做吧。为啥你不能体谅别的软弱？因为你没经历，你经历疾病的你能体谅别人的软弱，你经历的过程了，你知道啊，这个是有启示有带领，经历以后知道他为啥这样，为啥很多人遇见我以后他都喜乐离开了，一是啥呢？他得释放，我没责备他，我知道他人生为啥是这样，帮他解开了。你不但没解开，本来他就带着重物来的，背一座山来了，完了你还给他加重难，回去完又忧忧愁愁回去了，啥原因？不但没解开，而且你增加他重物。法利赛人就啥，自己不能行，而让别人去行，自己把难担的重担放在别人肩上，这就是今天告诉咱们，让咱们你经历了以后，你才明白神的心意。你现在透过遇见我这些姊妹啊，有的啥呢？他说。哎呀，原来是在苦难中非常痛苦，家里夫妻出现问题，而且啥呢？经济出了问题，身体出了问题。但遇见我以后啊，他们就啥呢？苦难转回来，不是说你这人特殊，而是神透我把这个道传给你了，你遇见这道了，遇见圣灵了，你活了。神得透人传，不是说这个人的对错。为啥那个？比如说把这撒玛利亚比喻出来，就是他被人藐视，往往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是经过多年饱受风雨，就是他是被做过人啊，受苦难的人啊，很多时候他没有华丽的外表。其实开始我很自卑啊，我看见那传道人都很高大，而且很胖，而且很有线条，就是比较庄严。我一看我那个啥呢，就没有人家那么啥呢，这个庄严啊，感觉很自卑。后来神就告诉我，一个被神做过的人，他一定就是表面看着很憔悴，但他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淌出来。阿门，阿门。所以说今天神让我们看到被人藐视的撒玛利亚人，就代表啥呢？被神做过的人，拥有福音的人，被圣灵充满的人。只有遇见这人，你才能啥呢？能活。其实神啥叫活是啥？是指基督在里边活。只有你得到了
生命算是得到这个生命了。为啥耶稣说路加福音里打出来说主天高在我身上，太阳高高了我，是被掳的得胜，被压的得自由呢？今天这就告诉啥，说今天只有福音才能救活人，这个世界灭亡的原因是没有福音了，是把福音丢了。你看这个世界灾难这么多，神不是灭掉这个世界，神是要拯救世界，拯救人类。无论战争啥也好，就是魔鬼进来了要把这世界毁灭，表面是看不好，神是要把这个世界偶像要摧毁了，神要做主，神要做王，神来拯救世界，把他的带到了，在千余年然是神要做王，在哪里？在你里边做王。那时候魔鬼撒旦被捆绑起来，所以当你明白福音以后，这些灾难并不可怕，而是这是恩典，是归正的过程。因为宇宙握在神的手，很多姊妹啊，天天讲启示录，把人吓得魂不附体。为啥神当年呢没透过啊这个啥呢？这个约翰把它揭开，就是时候到了应验神的话。圣经里是应验，成在实现他的话，时候到了，他就自然就揭开了，因为啥应验了就揭开了。所以这一年都是我经历以后才醒悟神的话，明白神的话。原来我研究圣经，现在我发现我研究那个都是那个草木合金，我自己都信不上来，我自己这年竟拯救别人了，我发现自己都拯救不了自己。看到啥？今天人生的改变不是我自己改变我自己，是神首先改变了我，我和神建造关系，神才能，你才能，神才透过你在改变人，你连自己都不认识，你怎么认人？所以啊，透过我们的传道啊，一路也看到姊妹啊这些个状态，你看看特别徐向华啊，原来麻子没好，他们感觉是浑身啊非常热，其实过去我也是，热到啥程度？身上冒热气，那是外在的，啊里边啊生命特小，我以为啥我什么都成了，非常骄傲。啊，透过这次啊，这个啥，这个恩典基督来了，外在呢离开了，里边神在里边建造。啊，感到啥呢？哎呀，我咋承受不了这个气候了？我咋感冒了呢？这天都挺好啊，我咋就突然感冒了？一点寒气都不剩了呢？原来啥是神保守你，神抱着你，如果小鹰抱着雏，老鹰抱着雏鹰。当老鹰离开了以后，你就开始走下坡路，就下沉了。就原来这年间是神保护你、保守你，是抱着你，你并不可没有看到。当神离开以后，把你里边就暴露出来。所以今天神看了，让我看看，让我们看看啥？那个撒玛利亚人，那个啥来着？他代表永恒，他只有他能做到啥呢？他是为啥有神？就他有神的爱在他里边。他没定罪这人，你看来到我面前，我没说你犯啥大罪了，啊，你这个啥没做什么好事儿，你没传福音，其实都做了，我也都做过人。是你里边和神不同，你里边没让神做宝座，你这些人见到的听的都是道理知识，在你这边和神完全没有关系。你讲了这些道，你连自己都救不了自己，怎么救自人救别人呢？里边啊充满了控告，但人没糊涂，越啥越软弱，人越刚硬，这叫死硬，就像僵尸一样。所以有的人我不信了，啊，非常学的活得非常痛苦。你看那个圣经啊，说那只有那个撒玛利亚人就动了心，用上天用油和酒倒在他伤处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。你看，这就是油和酒是代表圣灵的。说你遇见圣灵了，你得到释放了；遇见圣灵了，你就是遇见神了，你得到医治了；遇见神了，你心里的伤口得到愈合了。马克德波阿信马森卡德波，信马森卡德卡德波信马森。那 Kate 波、Agat 波、Ashin、Nuke 波、Agan、Gailu，
所以神呐、啊，他有慈爱怜悯。今天神的幕后为啥要造就这些人，让他一个明白福音、经过神做过的人啊，就是被神呐、啊、陶造的人，透过这人啊，里边有神的生命，外在呀、啊、被圣灵高了，得到能力。当无印啊，圣哥教呀，让人得到能力，外在的能力，干啥去传福音去？你里边没有生命，你光在外边有能力，你里边是越有一天你传没路了。只有里边被圣灵充满了，外边给你能力，啊，这样啥呢？你做的啥是完全符合神的，有神的带领有启示，哎，你也不受攻击，您是神做。有很多姊妹经过这啥这些年呢，遭遇非常害怕，一听撵鬼都吓跑了。为啥？他都是受伤害过了，原来可愿意撵了，现在不愿意撵。为啥？受伤害，家里不平安了。当神启示你的时候，神他做自己是由天使伴随着你，天使为你去征战。那时候你就啥？你只有做出口。为啥主说我的担心我的恶容易呢？就神做，那神做他就容易。不但你讲道容易，你人生容易，你处处容易。原来啊，那时候我在那些年呢，我经常上就是放牛的时候，我也经常拿圣经，把圣经都看乱了。但是虽然没记多少，但是我看了现在啊，虽然有时候章节没有记住，可是当我去讲道的时候，神就把这话就拿出来，这个道理明白了。有的很姊妹把圣经背得很熟，我不是说背圣经不对，但是他却没有得到神话语的带领，拿着对的字句让人明白。其实当有一天你也让人别人明白了，你虽然知道道理了，但遇见环境你不会走道啊。过去我教会原来大教会有个姊妹祈祷他还预备，我不是说预备不好，但是神不让拿着别人的字句讲给别人听，启示来的。因为这书里咋说，耶和华是智慧的甘泉，因为神拣选的事上遇着瞎眼的，让有智慧的羞愧。你看看他拣选都是小民无知的，当圣灵充满以后，他用智慧的话语充满你。所罗门为啥写那些个啥智慧的书，那是神透他写，那就是智慧来的，不是他从他来的。摩西他都80岁了，而且都不能言了，就说话都费劲了。当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，领受山上的样式，那时候他下来干啥？来侍奉神。就说他侍奉一定啥？领受山上从上面启示来的，必须按照那个那个方法，那个神的话带领咋建造会幕啊？就是怎么建造啥？就是会幕啦，包括那个月柜啦。那他必须啥？你按照神的样式建造，那是蒙神悦纳。你不能添人的想法、人的标准。如果你添进了，你就不蒙神悦纳，他就没有神的方式，受击打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，一定要得到山上的样，就是从启示来，按照那个启示做，他就神的发生。为啥现在很多姊妹他没有神的发生？不是从启示来的，而是拿着你的人的中心行神的话。这叫新酒装的旧皮袋。为啥现在很多姊妹听了这个道以后他出问题？因为你是旧皮袋，那旧皮袋一定要裂开的，一定要碎的。因为神的话属灵，它有能力的，它是光。所以约翰福音来说，太初有道，道就是神，道就是神，光来到黑暗，光照黑暗，黑暗呢却不接受光。光来了，黑暗要被砸碎的。所以那旧皮袋一定要毁掉的。所以说到新约里，神没让你守律法，而是啥呢？你带耶稣说我来啥呢？我来成就律法，就是他已经他在里边，他来了，并不是说在新约里就非犯罪了，而是咱们在为啥保罗说刻骨己心呢？叫神服我呢？因为他里边有圣灵在里边约束他，在圣灵里他不受捆绑。啥叫为啥耶稣来说被掳的、被压的自由呢？当你遇见这神以后，你里边自然就不犯罪了。无论情欲好啥也好，你靠自己你记不掉。有的为啥有这么多忧郁症？就这些思维意念在里边聊着，你拿不出去，你睡不着觉。
因为那是灵界的事儿，只有遇见神了，遇见高了，折断重恶了，这捆绑在你里边全消失了，啊，我能睡着觉了。现在二零姊妹啊，在这20年呢之间睡不着觉，其实没有可夸的，我是神做事的，他非常苦。但是头一次祷告以后还是不行，到第二次才，第二天他又来，啊，搁哈尔滨，啊，第二天祷告他是完全得释放了。但是后来我就一直没有问他，我一般不上敢问人家，他昨天一般都自己来反馈了。后来上几天来给我来电话了，他说能睡着觉了。一个人睡不着觉是眼眶呢黑，因为有淤血，越睡不着觉越贫血，越贫血里边心火旺，他就睡不着觉。他本来不想想这事儿，这个事儿老想，啥人？是鬼在里边做的，没有办法克制意志的你。只有遇见基督了，遇见生命了，遇见真正福音了，按里边得释放了。那个撒玛利亚人，他就在拥有福音，能活出基督的人，只有他能给你过了缠裹，他来染带着福音，他能医治你，是你得平安的。我们今天呢，所以一生中我们遇见人很重要。如果你遇见人他是个错的，那你一生在错的里边。我今天有时候我跟那个啥，咱们姊妹交通车，因为我是个农民，有时候说的比较土一点，因为咱们都是大众，没有啥呢，没有多少知识，你也不能说的那个文绉绉的。其实我也是有知人，但我尽量用上土话说，就是人让人容易明白。你看，如果这老师他是一个没有水平的人，装的话就大外师，他教出学生一定是大外师。那耶稣带出的门徒呢，他就是属灵的。所以啊，我知道神要把那个啥，咱大多人从律法里救出来，兴起更多的啊，被神引导启示的牧者，要啥？要迎接收割。收割和撒种是不一样的，撒种是让人呢，神通过神的启示，让人认神，啊，那时候吧非常好，12年的信啊，跟着神，哎，觉着没做啥，但是家里啥都挺好。收割是啥？收割是离开的意思，因为人已经炫，就是人进了苦难离不开炫进去了。那今天啥呢？恩膏来了，是把你从我里边救出来。收割是离开，亚伯拉罕是离开本地本土富家，是神话语临到了以后他离开的，这是真经。当神末后，神要透过仆人向你讲道，因为这带着恩膏，带着权柄，因为你炫的环境你离不开，但话语临开，临到你要你就离开了。我平安了，我喜乐了，啊，我那个情欲啊，那个贪心，他不捆我了，我能睡着觉了。这就是离开的过程，这就是神今天啊做事的原因。很多姊妹都炫在这里边，啊，真的，今天圣灵在感动我。当你今天听了道。啊，主说主的灵在哪里得罪我了？可能里边啊，情欲捆绑，啊，肉体私欲在捆绑，哎，所以说里边有很多啥搅扰你睡不着。当你听着话以后，而且它进到你生命里边，它就缭绕在你里边。真的是主说，通过高落是被掳的，在被压着得罪。当你听着这信息，你的心灵充满了平安和喜乐，通过喜乐高在高门。主的灵在哪里就得自由了。你看嘛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，第二天拿出2两银子给交给店主说，你去照应他，感谢主。这店主就啥是指教会，说这店就是指教会，店主啥就啥呢，就负责教会的负责人。你作为传道的，保罗做的啥，他不但传道，他要高立牧者啊，他得立牧师立牧者，或者因为你得啥呀，你光把他传了你不管不行啊。你当你授权的牧者，他就是他去来牧放传令高。所以这就是啊，今天末世有很多传道人把传了，传不管了。你传完了以后，
神他里边有带领，他必有带人。哎，神也透过你去养育他，神透过你训练信心。记住，他本来吧，其实那个人没有信心，但是透过你的信心来养育他。第二点啥？有的姊妹说是，那一样的信，他的不行，他的行，改主，这就是啥？神在每人工作不一样。说圣经里啥说？只要信，看到神的荣耀。有很多姊妹啊，就说你没有信心呐、啊，说今天有疾病了，没遇见了，你没有信心啊，你要谨慎。哎，但你咋告这么祷告那么祷告的？他说：“那我都做了，那咋还不成呢？因为你做那个像那，你是不是从神来？你看那啥，那个是啥？圣经里说是神说，神说，今天谁也透过你说，你当你说的话是不是从神来？你要从神来的，那他神也必须负责任。”所以每次啊，一个姊妹弟兄他找啊，当我祷告，神说你要啥？你要谨慎。神透我说的，你要谨慎。他让你谨慎，他必要啥负责任的？他拖着你。你看耶稣啊，在旷野四年谨慎，神圣灵把他带到旷野，圣灵把他带到旷野，不是他自己愿意谨慎。很多时候我们的谨慎不在神的带领之下，饿得够呛。啊，就像那个。旧约时代每天周每个月我周五啊举一次谨慎，他以形式化谨慎。真正谨慎啥呢？是在圣灵带领之下。也有的啥没有带领，就是人到了绝望了，像莫德改，他人国家已经绝望了，要灭亡了，那说啥？哪有饭，哪有吃饭的心思？那时候一种谨慎，就人生完全黑暗了，没有光了，那是一种谨慎。有的为了在生命中充满这有神带领，哎，想要倒空你，这样需要谨慎。谨慎一定有圣灵拖着他，因为人不吃饭不行，不喝水也不行，但神拖着你时候就不一样，他有超自然的发生。因为神的话说有命令就立的。原来我祷告对我有时候疑惑怀疑，或者是最近呢，这些让我明白，当时耶稣说话是说有命令就立。哎，所以当神说你只要说出就成了啊，他就有了。所以说马姊妹他是守望，他能看得见的。当说出以后，他就能看得见了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咱们一个做一个属灵团体，他既有做眼睛、做耳的，啊，做出口的，做目放的，他是一个五通之士，就是他是一个五，他是以基督为根基。圣灵按照几亿分赐给他们，你不能多做口，也不能多做耳，多做眼睛，免得分别 别累，自己称王，自己称神了。为啥神要给保罗一根刺呢？就是保罗的启示当中，他代表神做事，神给他根刺，免得他骄傲啊，免得自己称神了。现在为啥很多异端出现？你是器皿，到多少啊？记住是器皿。为啥那异端出现？就是最后啊，他。得到圣灵要自己成神的，最后被魔鬼撒旦使用了，这就导致今天一端。人他永远不是神，人是器皿。我经常跟姊妹讲，说是器皿。再一个和姊妹啊交通啥呢？因为在头念那个在目光中，在这我还有些在糊涂啊。现在逐渐清明，但是很多姊妹啊，通过布道以后，当天呢、啊，当时很好，头两头八或者几天非常好。或者等有的啥你回去以后就出现感冒了，啊，出现了疾病了。开始走了以后，他也没向我反馈。我回去以后啥呢？找别人祷告，啥是巫术邪术控告控制他，导致疾病。后来神就告诉了，这不是，因为你接受光了以后，里边的黑暗在里边藏不住，你是旧皮带，旧皮带裂开的，裂开啥呢？你就是你的旧生命承受不了神的律法，你是守不住律法的，所以说你里边的都要全暴露出来。这是啥呢？神在啥呢？破碎你，让你原来你活的，本来你活在旧造中，你不知道，完了你还想活在旧造中满足你，找别人啥、啊、一祷告啊，巫术邪术，结果他一祷告，啊破除了好了，其实鬼得胜了。
结果他又炫又走原来那路里，又走法路里去了。现在有一帮就是这样，你看真来这帮人啊，他完全的在这里一点点，虽然里边有软弱有失败有痛苦，但麻子们始终没说这个错，但他明白这个福音的奥秘以后，现在啊，他都经历了患难，经历了啥、啊、呢？一个征战的过程。当圣灵来了，一定有征战，他是俩国。当耶稣诞生犹太伯利恒以后，那是叙利亚王为啥他关了？因为他也是王，因为耶稣他也是王。魔鬼在他里边直到又诞生了王，他一定要不安。当你里边接触了耶稣以后，你里边原来活在我里边，背后掌控魔鬼，一定要不安的，一定有征战的。有的听到的时候啊，有的人说听到为啥困、头疼、折腾，而且啥呢？不得劲儿。这就是啥？你接受真正福音，哎，接受光。你为啥看快手那么得劲儿呢？啊，那么眼睛亮呢？就是因为那是啥、啊？建造魔鬼的，房屋，建造魔鬼的体系。你越听眼睛亮。当你听了这个神的话以后，你越听越顺，啊，越听越闹头。当你听了三天道以后，你为啥亮呢？你得释放。魔鬼在里边啥、啊？站不住，他跑了，光进来了。啊，你眼睛就明亮了。原来呀、啊，头呢，妈子们那时候来头一次来，啊，他你看心那么好，他说我一听到他就困，啊，那你困得不得了。魔鬼不让咱听到，因为在里边，哎，他就藏不住了，他就搅扰你，让你头痛，甚至眼睛干呐，有的都睡就呼噜。但这都不是问题，你只要啥，你只要坐住了，灵人在听。你打扰你睡觉的原因啥？是那魂，那魂接受不了光。当你的魂在里边倒了以后，光进来了，哎，人就啥日渐啥，哎，就好了，日渐平安了。其实亚当夏娃犯罪上是灵界出了问题，灵界只是物质界。如果你灵界解开了，物质界解开了，为啥现在人经历苦痛，经历这么多矛盾呢？通通家里贫穷，人不明白。就以为靠行为来解决。当约伯，他遭遇患难，为啥遭遇患难？约伯他原来是完全守律法，他是有神的人，他献祭。为啥魔鬼来挑战他？是啥？是神许可的，神要倒空井，神要把生命给他。他原来都是在我里边，靠我守律法。你看圣经里说神都没说他犯罪，就说他活着都像神一样，和神相提并论了。他再活着，就说在那里活着，他就超越神了。圣经里除了上帝没有拯救，那神当时就离开他了。离开他以后，你看看魔鬼攻击他啥不是？他有没有夸口的？没敢夸口的，就我就倒了。但是他只知道这一年的祝福是从神来的。但他不啊，不能埋怨神。为啥神开始在信耶稣，神透过神的启示呢？这就是认识神的过程。什么叫倒空？啊，就是婴孩让你满处处满足你，维持你，维护你。现在啥呢？到你生命成熟更新的过程，你得长大成人，你不能总像孩子。这啥就有患难离开你。原来活这么好，那患难来了，神首先把你放下。离开宝座的堂，那魔鬼说：“你不岂不用篱笆把它圈着呢吗？你就拔开掉了，拔掉篱笆。当他把篱笆拔掉以后，你看这人就变了。哎，所以说这魔鬼开始攻击了，人就软弱了。这就今天有很多姊妹啊，他说这咋回事呢？这我咋就疾病了呢？这越来严重了。你原来证明你原来活在肉体中。”当耶稣复活，耶稣升天上告门徒啥说，魔鬼用手筛你们，就是审判你。临到了，神如意撒旦魔鬼来，就是造后你，让你老几倒。那保罗那啥，约翰咋说的？首先啥说你来到约旦河要首先要承认自己罪，第二啥受洗，受洗代表与基督的同死。他啥？他只说沟沟坎坎的要修直，就说你里边当救援里边没有神的路了，哎，都活在自我里边，都在律法里边，他没有神的路，
后约翰把人里边指出来了，神属于是代表道，就是你和神道不通的，神要在里边开路，道要成为你生命的生命路。所以说就为啥那个约翰旷野，旷野预备他传的就是旷野这部分，就是啥，就是一个也是啥，也就是指出你，也就是道空你，为主啊预备人预备道路的。当耶稣来啥，就是用圣灵活的心理，就是圣灵司马，他来是与罪无关的。所以说今天呢咱们明白了啊，当你明白以后，你一知道这个路了，而不是惧怕，而是感恩啊。今天和怎么样交通到这里啊，亲爱的圣灵，我感谢咱们青圣药慈爱天父，这年间你牧放透着环境让我们经历很多，我们多少时候我们却埋怨你，因为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，不明白你的心意，在苦难中我们常常的挣扎痛苦煎熬呐喊，为啥我会这样活呢？我们辜负了神的心意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像律法似的不但控告人，而是控告自己，导致每天活在罪恶的里边，使我们人生越来越没有结果。原来是我们灵界的问题，灵界没有解开，物质界解不开。今天当灵界解开了，物质界祝福就临到了。当约伯他也从音乐他被完全被拆毁了，破碎了，当他遇见神以后，神充分的祝福他。为啥约伯原来这个他祷告每天都要给孩子祷告呢？他怕孩子啥得罪神，那是啥我的。为啥你现在很多姊妹啊祈祷起来啊，为家庭啊为孩子啊先做祷告，为财产做祷告，完再为别人祷告，他怕神震怒管着他。你看呢，大卫从患难中出来干啥，他就是赞美神，他没说哇你把我热包呢，他就是赞美。你看看先呢，大卫赞美诗完了就是啊，就写的啊，就开始就是啊，你就是约伯啊，苦难完了啥，就是大卫赞美诗，就是经历苦难以后，他知道他人生握在神的手，神呢是神的祝福，神的赐福。当约伯苦难转过以后啊，他说原来风今天见主面了，这时候他神要双面祝福的，就是给他了，不是他的了，他也不成为他的捆绑。今天神当你被神充满了做出以后，神把你原来都剥夺了，钱财健康啥都没，今天你再给你钱财包括健康，就是你有了，你他也就感觉他不是你的样，这叫啥脱离捆绑。为啥现在很多怎么样天天教堂给孩子这个面在家里祷告，他就怕孩子受管制啊，怕神呢震怒。当你确认这孩子不是你的上帝的时候，神必保守康复，这叫脱离捆绑。那时候你过啥事，神说你不要忧虑，天上飞鸟有食有喝，上帝养何况你人了，你要先求神的果，神的神必把所需要的东西讲，就是当你和神生命对齐以后，神做王了，你不去忧虑，神必保守必看过，神他必养你，那养育我就不做了吗？你做的能得呀，你做的不丢啊，你做的没有贼偷啊，没有贼偷到啊，因为让神管理，当你让神做王的，神必有天使护卫着你，看过着你。过去我家里我每次出门我都得啥，就是我得锁着啥的，你看现在我这个屯子原来是偷的要牛的啥都有，现在屯子平安了，哎，大门锁不锁都行了，那过去这锁也不行，他有人给拿着拿了，现在当神在这个举起来以后，那个偷的人死的死逃的逃，哎，现在平安了，啥神做王。当你叫里边神立起来以后，你家里蒙福，屯子都跟你蒙福。亲爱的耶稣，感谢赞美，马开的报阿信，信心马三，那开的报阿信，神今天清晨，啊，神我透我的话语来养着你，啊，我在肯泰爱肯的报阿盖特，我看许多孩子，啊，我在信心马落在患难中，
阿伯的肯感信心心那三那不报阿信，阿伯的信有些还在挣扎，在痛苦，在煎熬，还在守律法。啊，夫人很伤心。阿伯的信心心那三那该报阿信心吗？这点痛苦你还没有尝受过吗？阿伯的神说你们要出来。阿伯的信心心那三，你不在律法，你在恩典里。阿伯的信心心那三那个，有的人还在旧路里在徘徊。阿伯的信心心满身，那该得报爱心心满身。阿伯的神律法时代过去，慢看进到恩典时代，进到约书亚时代。阿伯的信心，你们还在待，还抱着旧时代在那里活。神说：“孩子，归回吧，归回吧。”阿伯开的报爱心心吧，我父神也仍然在等候着他的孩子归回。阿伯的信心心吧，有的醒悟了，有的明白了，我还爬着流泪在归回。阿伯的有的喜乐了，因为他确实的遇见了神。那开的吧，开的吧，阿信信心吧，神那开的吧，阿伦宝感，我看你说的，很多孩子出来了，他在喜乐赞美。阿伯的信信心吧，神那够着，哎，应该是。阿伯的信信心吧，神那开的吧，信心吧，神。今天你听到神的大能临到这平台，阿伯的信，当你听了道以后，你里边生命在不断的转换。阿伯的信信心吧，神那够着，用了平安。阿伯的信，麦克同神呢？马克的信心嘛，在谷底的。神说你们要出来，阿伯要神要把你提出来。阿伯的我爱门徒，神像门徒要向哪向姊妹弟兄吹气。阿伯的我看他们就有力量有能力就起来了。阿伯的信心嘛，神那给个报信嘛神像赞美把赞美他姐在吹气啊。阿伯的信心嘛，我看他们软软绵绵起来了。阿伯的也向冯龙霞吹气。完，他们就软绵绵起来了。阿伯的信心吧，神那干的，哎呀，阿伯干的报信吧，宣华没到时候。阿伯的信心吧，干很多姊妹，我看到阿伯的软软绵绵的。阿伯原来，神把他人的东西、人肉的东西拔出去了。阿伯的信心吧，像当年大这个贪孙，当耶和华神重诞的时候，他成为大能武士。当神离开以后，他软软绵绵的。阿伯的信心吧，干的话。当神离开以姐，他就软软绵绵；当神向以姐吹气的时候，以姐就起来了。阿伯的给他报爱信心嘛，是足够的。那给他报爱心嘛，今天神向咱们平台出去，那开心很心嘛，三卡过来去，软软变干净。那开的心嘛，三没有被圣人充满，要叫圣人充满。阿伯的信心嘛，是能看他报爱心，能够阿伯里边豆腐脏没有疾病的。神出去生活在藏族的份上，是吧？那开的信把神够的爱心吧，那个的信把神血脉不调圣灵在我们的角度，那个的是吧？那开的破的信把神卡的破好信，那个的信那个阿伯的信那个，我看到这个姊妹弟兄都在青草地上，阿伯开的破好信把神，那个的破好信把神是神亲的木法。阿伯的信，神再次向我们出去，没看到阿信，往圣灵火在焚烧，焚烧每个孩子。阿伯的信嘛，神，那给他报信息吧，那个，今天呀，虽然嘛晚一点但我感受到神奇妙的带领引导，所以我们好像今天清晨的晚一点，但是我看到姊妹弟兄他灵里都得到了释放，等你会听这话语，他一定在你生命中，他一定有搅动的，有的人在抖动但有没有喜乐？有的里边正充满了呢平安。阿伯的信嘛，三那够的吧？那个谢神今天保守看过我们这些孩子，谢神哈利亚赞美荣耀归的名，阿门。妥了，很重的。阿门，感谢神。于大姐坐带祷。主，我信你，因为我们真正知道。有主一年追求在你面前的儿女，我们知道你不念我们，你借着你主人，借着你主人圣灵的恩膏，圣灵的帮助。圣灵的启示，圣灵的感动，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又过了一次，叫做
你就是光，你就是生命。我们现在是在我们里面光着，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里面才有，才是我们，我们就是他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的新生命得到了，我们就来接他。在清晨早晨的时候，你在我们的里面告诉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神，你叫我们爱人如己爱你者。我们知道你的话进入我们的里面，基督在我们里面作王，基督光生命就在我们里面。感谢主，真的感谢大人你，主愿我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光照光照，再说到愿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开启开启再开启，因为在你的恩典里。